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。爱人同志是罗大佑沉寂了4年多之后重回歌坛的作品，也是1984年《家》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。这张唱片在1988年年底出版，歌台湾社会人心沸腾，是获得全面释放的顶点。这张在港台两地4间录音室完成的唱片，通过城市宣传，成功的塑造出新罗大佑形象。短短几天就卖出了20多万张，之后更是创下53万张的销售记录，成为罗大佑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作品。那么现在就一起来细细品味一下这经典之作吧。我叫 King， 是个演员。货呢？大哥，这么多礼物咱拆哪个呀？哎，欠揍啊，吃货就是艰难拆吗？没眼色了。色了，来拆这个吧。大哥，我觉得拆东西这事儿吧，得看心理排名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来，说这东西
谢谢麻烦了。飘飘的旧时光，就这么流。